妈，你今天要开箱了。对，今天是欢乐小周末，今天是淘宝开箱日。今天是拍装潢家居的东西。对，主要都是浴室需要的，而且都是从淘宝买的哦。因为我们的浴室配件一直没有买，因为我们看了 Total 的那一本目录，发现它那个价格实在是，我就上了淘宝网看了，一样是不锈钢的东西，我觉得那个价格根本就是福音啊，就是你就直接在那边买就对了。你知道每次到这个季节，就是各大的线上购物网站、各大百货的周年庆啊！你要业配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现在呢，天猫双十一有活动哦，花更少，买更好哦。那今年淘宝活动是什么？今年一样，双十一快到了，淘宝、天猫双十一狂欢购物节 ，Big Get One Sales。哦，好长哦，终于念完了。今年有特殊的活动哦。好，我们来开箱。那我们先开这箱比较高的，好。我们这次买了两箱哦。我们先来开最上面这个小箱的。最上面这小箱是什么？对，不知道哎，先来开。开了，哇，这边还有放这个。这个。巨大玻璃。用力。嗯，没有破。不会破。不要破。啊。破。好，给你。这感觉是一盒东西，可是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有一个像时钟的，这是不是正品啊？这不是啦，这个是。我偷偷又买的东西，什么？这我下次再小米小爱智能闹钟。对，这个是小爱同学开的第一个不是我要的东西，丢旁边。到现在小爱同学也结合闹钟了吗？我知道小爱同学连小朋友的手表里面现在都有。哎，刚才那个东西大陆大缺货哎，真的假的？你又加价又加价？对啊，我花了好多力气才买到了哎，对啊。不在乎。建议大家如果要买小爱同学啊，也可以考虑这个，这个真的不错。这应该真的是我要的东西了吧？会不会打开又是小米？该不会又不是我要的东西？我不确定我们偷买。是买多少东西？是几层？这是整我吧？这真的是包得很好。对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有点夸张哎。啊，我知道这什么了。这什么？垃圾桶。我浴室要用的垃圾桶。我自从上次呢去了那个内湖的那个万怡。我就一直对白色的垃圾桶深深的着迷，我一心就觉得等我们搬家的时候，我一定也要买白色的垃圾桶。白色的垃圾桶在那个厕所里面，完全就是画龙点睛的事，因为我们的厕所是深色系。费尽了千辛万苦，开了十分钟才打开我要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包装的太夸张了。哎，这个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包装也做得很好了，这绝对不可能会伤到垃圾桶。这个垃圾桶这么小一个，可是其实包装的很仔细，很美吧？我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很美。这个是静音垃圾桶，因为呢，你如果像其实有时候你在踩垃圾桶的时候，它是可以慢慢弹压回来的，因为咚一声会很大声。我有特地挑是静音的，它回归比较慢啊。对，它回归是慢慢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去万怡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它会慢慢的收回来。嗯，对。可是我没有想要买什么手一挥就开的那个垃圾桶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好吧，这个看起来很不赖。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弹压式的垃圾桶，超棒。我把链接放在底下啦，是不是很有质感？对啊，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。这个你买多少钱？这个我记得差不多60块。如果双十一买，应该不用这么贵吧？如果你在双十一买的时候，现在有活动哦，满500减100块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减100？如果你要怎么样减100块，你就必须要加入我们战队。你是大陆的那个歌唱节目看太多，什么风啊，什么周杰伦战队，地表最强战队。对啊。要怎么样加入战队呢？在结账的画面输入这5个字。哪5个字？梦幻狂欢季。你就可以享有500减100的活动哦！可是好像有限名额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只有500个名额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高颜值组的话，就必须要趁早下好你手哦。你真的不会不好意思？你知道我们高颜值组有谁吗？有谁？我们这一组完全都是美妆 YouTuber， 我真是与有荣焉呐 ！Gina，还有梦露，我不是家庭主妇吗？我不能当高颜值组，那这样搅和一下吗？我觉得重点是我吗？频道名称不是我，是我是高颜值吧？对啊，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一组真的是高颜。都是美妆 YouTuber， 然后接着我们来开这个。我觉得我们的浴室真正的用品应该都在这一箱了吧？希望啊，你应该没有再多买什么别的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做一个包什么神秘的东西，他在后面又在 DIY。对啊，你看，又是纸箱控，他喜欢任何的纸箱。他不知道在后面又不知道在干嘛。剩下来的东西啊，我们都是在同一家买的。这家感觉服务也不错，而且我印象中我们买的都是白铁，而且价格都不会太贵。就是我有特地都挑不锈钢的，
那又怕说就是你喜欢这一家的东西，喜欢这家的东西就是会有问题，所以我最后都选择在同一家买。怎么觉得很小箱啊？是不是买太少？哇哦！哎，他还有自己的牌子板子哎。这家叫做木家，看一下。他这都自己的牌子。对，感觉很不错哎，包装很精美。好，我要来开了，这是第一个。这个我记得我们买100块，你有看到他写的 slogan 吗？他写的 slogan 是什么？我看他上面写这个，只做艺术品级别的挂件。啊，我觉得他这个包装的质感很少包这么好哎。对啊，不错的。对，我真的没想过我买浴室的配件会给我包到这种东西。对啊，一般来讲也不一定会包到这个，这个感觉包得很不错。对，这个就是把你老公钉在墙壁上。嗯，把最好是啊，把你钉在墙壁上。他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是可以锁在这里的，对。那下面是有副挂钩，哦，这个就是上面是放浴巾的啦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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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下面可以就是挂一些有的小毛巾啊或什么的，对。然后这个是可以调整的，哦，就是你如果想要搬上去收起来都可以再收，因为一般是固定的嘛，哦，是不能收的，所以很不错哎，照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质感。其实我有特地挑不锈钢的，跟我们原本预设材质是一样的。哦，老实讲没有到100分啦，因为毕竟来讲它价格不高，弯角是没有修的那么整齐。不过多少钱？100块，就是这就500块，加500，加完运费可能就500出头，对，不贵，还不错哎，感觉还不错，还不烂。真的，因为我们那 Total 的价格真的，嗯，如果是 Total 这一组，可能要三四千块。嗯，它 Total 它有分两个等级，最便宜的等级都要三千块。对，所以我之后就没有买了。那这个就一样，就不开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们两间厕所都有两组。对。然后还买了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这个。欸，是玻璃的，喔。这是马桶刷。哎，是那一根的。你真的，你马桶刷去全联买就好了，还是淘宝买？哎，欸，这贵州哎，你这样配起来才会漂亮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欸，麻烦那个秘书小姐，麻烦帮我们装一下，谢谢，麻烦你喽，帮我们装一下。欸，这个马桶刷还用杯子装，会不会太高级啊？你知道这个杯子要干嘛的吗？这个杯子要干嘛？这个杯子它是这样子，嗯，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杯子放在这。哦，然后你可以把它锁在墙壁上，就是这样，嗯，然后两位啪啪，这样，哦，把它粘在墙壁上。不然我们比如说用了1个月以后，我们来大冒险，钱到收不？我不要这个装可乐喝掉，你自己装。这个杯子，这很像杯子哎，你看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知道，因为现在的那个什么东西，现在的这个刷马桶都是在地上。对。对，可是像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多一个东西在地上，你扫厕所可能就比较方便。可是以我专业的判断啦，啊，我觉得它这个杯子底下要有一个那个小洞或什么，那你这样还是就会滴到地上啦。可是这样里面才会臭啊。可是一般的都没有下面有洞，欸，都没有。可是一般的就是因为你要洗，就是要整个拿起来洗，这个你只要拿杯子起来洗。哎，欸，这样很不错哎，欸。对啊，對，我看一下，而且这又有质感，你说是不是？真的，我看真的很不错。哎，欸，秘书小姐，秘书，等一下我跟我秘书讲一下。你有没有听话？等一下我跟我秘书讲一下。哎，欸，秘书，你这个没有锁紧，真的没有。好，姐姐那个借我啦，姐姐那个这个是很好用，这个拍片以后拍片我都要用这一个。下一样是什么？快点。好丑啊！快点，下一样。下一样是这个高级纸卷座系列。最后一样了吗？对，最后一样了。这个是放卫生纸的。你搞得跟家我买这个 K22 拉丝304加厚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搞得跟饭店一样哎。我不知道拉丝是什么意思。拉丝，我只知道拉丝维加斯。我是因为这个东西才决定买这一家的。这多少钱？这个好像也是六，算起来差不多300块台币。哎，欸，这个质感很不错哎，欸。你这样打开吗？你可以把卫生纸倒着放，你卫生纸可以从下面抽。哦，然后呢？那这个是放卷筒的吗？还是？因为这个是有些人可能是卷筒，可以从里面撕，哦。那我们是纸包装卫生纸，就从下面抽。双用的就对了。对对对，那为什么会买这样子呢？因为你大便的时候，你如果要放手机在这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平台。哎，欸，真的哎，满满的大平台。欸，这个很好用哎，欸，真的很不错。对，这样不错。你看我是很会选。对，这真的很不错。是不是？它这个真是精挑细选的家庭主妇哎。啊，这个多少钱？你跟大家讲。300块台币啊。听说双十一买啊，运费好优惠，对不对？身为一个聪明的家庭主妇，你在双十一的时候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我跟你讲，买这么多东西，当然最重要的是运费一定要有优惠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现在呢下载淘宝 Lite， 新用户还有2.99包邮优惠哦。朋友啊，你做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
这个，我不知道。秀秀，你做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是飞天象吗？又是纸箱孔。他每次只要淘宝来的时候，他都很兴奋，因为他都会把它做成他是一个不知道什么。对啊，他刚才一个人躲在后面做这个，好可爱啊！我觉得现在淘宝其实蛮用心的，他这次，而且他现在甚至还有提供一些小活动，有抽奖、送免费爆米花、环游中南北的活动哦。我会把今天我们所有买的东西啊，姐姐不要再玩这个的啦。我等一下会把我们今天所有买的东西的链接都放在底下，没错，放在底下哦，放在底下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链接看一下。今天的影片结束啦，好，今天影片已经结束啦。再次提醒大家，天猫双十一只有一天 ，Big Day One Day Sales 只有一天，限量500份，要抢要快哦，咚咚咚咚。咚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 mine.